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《换藏图》视频。也没 BGM 了。由 Emoto 来做我的摄像师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次的话，我的名字被写成了个右右藏啊，右右藏什么龟？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。这是我们群里欧派给我寄了一个包裹，两个盒子粘一块儿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操作？打开看一下吧。手术刀出去上学回来之后，哎，不见了！我靠，莫名的，哎呀，难搞。一个一个看看，打开一个看，哎呀，这个应该是活的，有透气孔。结束了，蝎子还活着我不知道，待会儿看一下，没东西了。这个打开看一下啊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这个是什么？应该不是活的，没有透气孔。石膏，我看到了石膏。我记得欧派是个妹子来着，手工能力不好吧？他主要是养手工蛇这一类的，还有只猪。哎呀，他的养蚂蚁好像养的都凉了，我记得。哎呀，哎呦，我来看看他给我些什么吧。牙科石膏，痱子粉，离心管，就这些。我们把蝎子拿出来看一下吧。一只吗？一只，多大？不算成体，亚成吧。看看怎么样。钳子、尾针也没事。看一看后背下面，公的母的呀？母的吗？应该是母的。好久没玩蝎子了，好吧。